当下新闻出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想死！我当时就回想说，咬舌自尽是真的吗？我再也不要办发片记者会了。退出歌坛宁愿死，露西派再也不办发片记者会。其实从三年前那一次，我就已经是拿着破釜沉舟的釜在身上了，然后结果这次又破釜沉舟一次，到底要几个舟？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斩落马下。他们每次发片就次代级的露西派，从三年前失言到去年十二月惹上麻烦，又让专辑 P 的宣传跑堂了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是我会在台湾这样在路上抽烟，这个被抓。当下新闻出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想死！我当时就回想说，咬舌自尽是真的吗？你知道那种感觉，心碎了，没了。我也不会觉得说什么哦，坏朋友啊，还什么谁要害我，因为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还好。我觉得就是自己白目，然后自己水小。说白就是哦，我有一个宪哥的这样子的爸爸，然后我有一个 Sandy 的姐姐。其实会让整个事情的这个化学反应有非常的极度的剧烈，所以戏剧张力真强，强到不可思议。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还蛮精彩的，好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。我不会再喝醉了，我说实话没什么好玩的，我再也不要办发片记者会了。为什么我觉得每次跟你聊天我都觉得要很老，其实你明明才23岁。我的活力都留在 Lucy 派那边啊，这边都是感悟。我不确定我到底帅不帅，我不确定我到底讨不讨人喜欢，但我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音乐是屌的。我真的这一辈子想要做音乐，不是只是我想要被众星拱月啊，还是我想要当 rock star， 想要当明星，不是，而是因为我的人生真的有被音乐触碰过，我也想要做这事情。就算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 achieve 到我心中的高度，我也要。音乐是真的不可能放弃的事情，我真的宁愿死，好不好？讲重一点，也许有一天我回头看，那身上的这两道大痕迹，鲁夫有没有？我还有很多打算，我甚至最近有想说要不要来拍 YouTube， 有人要看吗？也许我去出书啊，书名叫做《事不过三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